宜的休息点，比较大的还有停车的地方，所以让大家补充能量。再来就下坡咯。好，这边有时候看到很多的高山山羊，像昨天在那个 Gunnagrad 看到那种，有时候看到很多高山羊，会看一整群啊，甚至十几二十只都有。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环境其实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的。这边是水力发电的所在地，2500公尺啊！我每次看速写一下，有啊，但你要规划展台啊。你去搞功德，不要让你看这个画画展台。来，金龙来，哎呀，我请你泡沫红茶。你拢越南大白哦，最营养的。加一罐台中物件，因为台中那种手摇茶早就不敢喝。你看前面其实非常非常漂亮，转过来你就看到另外一个 U 字形峡谷啊，真的是整个都是 U 字形的峡谷。啊，真的忘掉，有开，可是温度调的不是很低啦，因为怕跟外面的，其实还是有点送风的，也还是有，哎。Yeah, it's already. Yeah, it's very hot. Yeah, hot. Very hot. It's no problem. 我现在调低一点啊，带你我给你当狗狗脸嘛。山羊在我们的右手边。哇，几只羊嘞？哎，你看几只羊？哎，有时候会有十几只啊。哎，这边常常会有出现这个。哎，山羊。山羊。哎，想到这就想到咱寒天要到啊，嘿，想到热腾腾的羊肉炉。啊，这边有几只？哎呀，哦，这有够，有够白羊的。我这一点做不起来，我讲的。讲的野生的对吧？哎呀，我未钓呀。放山羊，哎呀。牛爸就想到阮中部溪湖的牛爸。那个镇，你要转到车转过来看右手边那边的山，真的漂亮，那整个山势。你看看这个整个山势。壮观啊！这段路虽然没有挪威的基宁之路那么惊险，但是风光其实并不输它，很漂亮。阿爸，你嘛去到河湾山了，还有骑骑到车停的，我看不灵的。阿兄，我再去河湾山，这个秀梅。这边是冲，这边是冲啊，冲啊，基本上。
要放在咖啡中心的话，对，没咖啡，它就不会化那么快。我们现在这样。你买单你就来这站的我坐啦叫你坐地铁车来这里你吃饭吗吃饭吃饭试试看你买的 OK 是几个你看那个热的你看它的行动是在热的你看它的花花啦老花我快过来了，谢谢。你不要去，我也回丢，我走了。走，你那边有牛，也有。